由正午阳光出品的电视剧《我是余欢水》。据悉，该剧改编自余庚的小说《如果没有明天》，都挺好的编剧王三毛、磊子再次合作操刀。我是余欢水以诙谐荒诞的方式描写了社会底层小人物余欢水的艰难困境与心路历程。余欢水懦弱胆小，退让隐忍，身患绝症反而给了他为自己活一次的勇气。经历了命运的捉弄，余欢水毅然坚守善良，挺直腰杆，理直气壮地活出尊严，感知了幸福。非凡娱乐实时报道。